为超强实力女团 MIX 中的主唱 ，Lily 不仅是在自身的歌曲证明高音实力，更是透过多次翻唱其他歌曲来展现驾驭各种曲风的能力。在近日 ，Lily 登上了《蒙面歌王》的节目，合唱了Psy的歌曲《怎样》。在其中 ，Lily 虽然被蒙住了面部，但超高辨识度的嗓音一开口，完全就是裸奔呢。也在节目中成功晋级到下一轮，期待 Lily 在蒙面歌王之后的单独舞台能够带来惊喜吧。